看看新闻网。都知道这个豪门的媳妇儿不好当，灰姑娘呢总得经历挑三拣四，各种检验和质疑，更别说如果你马上要当上天王嫂。近日呢，周杰伦就传出要和昆凌完婚了。当然昆凌的压力也挺大的，不仅要面对媒体的追问，而且她早年的一些照片似乎也被挖出来了，好像和现在长得不太一样哦。我叫昆凌，我也叫昆凌，人家才是昆凌好吗？如果这叫混血美眉昆凌变美进化史的话，那么小编真的很想知道准天王嫂是如何从这样进化成这样的呢？比她眼小脸肥肥，你真的是我们的准天王嫂吗？不会是整容了吧？天哪，这不是昆凌，周董，这一定不是昆凌啊。广大网友为周杰伦慎重择偶的心情可见一斑了吧。